detto quando fanno pissiamo. Dico se pissiamo. Dammi. Dico se pissiamo.放在冰箱里面。这个是冰箱。好，这个是冰箱。好呢，好呢。好了啦，宝宝做了黄瓜还吃了啦。要做饭饭不？然后也得做点辣椒。哦，还要做点辣椒。不要两根辣椒。好，不要两个，只做一个。在一边放卡尼亚。哦，你们放卡尼亚。在一边放卡尼亚。啊，家里没有卡尼亚了，宝宝，你就像里面有点卡尼亚，好不好？以前这里面以前有卡尼亚的，现在没卡尼亚了啦。那卡尼亚被妈妈吃完了啦。可以放点盐呢，宝宝，辣椒里面放点盐好不好？哎，可以放点盐在辣椒里面。嗯，放点盐在这里。好，放点盐呢，自己放啊。好，放点盐里面去了啦。辣椒里面要放什么呀？放点胡椒。太辣了，是不是？胡椒有点辣。放点胡椒。好，放点胡椒，胡椒很辣的，宝宝。怕不怕的？怕的。怕的，好，那就不放胡椒，好不好？哎，会洒的宝宝，那个会洒的，会很辣很辣很辣，会辣眼睛的宝宝。然后嘞呀，炒一炒啦。要放到锅上面炒，要放到炉子上面炒，是不是的？炉子在哪里？放的锅。好，放到锅里面。这个是锅。锅呀，锅。这个是锅。哎，这个是锅，放到锅里面炒一炒啦。哎，炒一炒。我也得放点炉，我也得放点炉子里面。哎，放到炉子里面。掉了。哦，掉了就捡起来，放到炉子里面。四五，四五，哎，四五，然后呢？然后再等一下，然后就好了，是不是的？烫的炉子会烫不烫？等的是五就烫了。哦，烫了，然后就那个辣椒，辣椒做好了没有呢？等一下啊，你手上放开，你手上放开。